哦，试好了吗？好，试好了。OK OK， 就这样就好，就好就好。哦，一批是阿鲁巴选绝剑，然后二批是阿壮选夏娜。为什么？嗯，这个对决其实是绝剑有利啦，可是他们开场都不霸，我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。哦，阿壮先霸了。这游戏先霸的话是可以先回两颗气的，对，然后这游戏要有资源才会有火力这样子。说比较偏向打力回的游戏这样子，我们大概多少？为什么阿鲁巴不霸？他也打狙杀吗？啊，阿昭连断左了。阿昭，你不是说这个连断很简单吗？为什么一直左？啊，阿壮，雷暗二 A， 我不是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你们打得这么奇怪，我不知道怎么播报，真的，我看不懂你们在打什么，你为什么都不霸？你在玩狙杀吗？你为什么不霸？昨天 OK 有打，你们三个都打。哦，二 AB 对空。哦。哦，阿壮弹药连断了。哦，这个有五千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霸？你为什么不霸？干、欸！哦，阿鲁巴起身转乱五倍雀板，哦，阿壮起身霸。你可以过来上来讲啊，对啊，这个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很无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、啊，他们这样很奇怪，他们做奇怪的事情啊，对啊，他们做奇怪的事情。把他撞先拿下第一场。现在他撞1-0。不行了，我看不懂他们打什么。有人开场都不霸，被打快死才霸。对啊，过30级还不霸，那你在干什么？对啊，这游戏开场就是要霸啊，对啊。哦，5B对空。哦。啊！哦，这样五千，这样五千。阿壮连断左，阿壮不是说这连断很简单吗？阿壮起身 O A B 加赢了，啊，又左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游戏不是很简单吗？资深 B B 玩家阿壮，竟然连民工一直左。不要这样子讲，游戏很简单。那个刚刚那个绝剑，如果四方斩有集满的话是可以做跳取消的，不过是会被那个乱舞雀板就是了。老板就 AC 取消了。AC 取消好危险哦，对吧、啊？好，阿壮开始浪费气了，竟然在用 ES 泼。他们都不按 AC 耶，我们是不是看错游戏了？阿壮连到左了，奇怪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其实刚刚那个情况真的是乱舞就雀板的，你只要有集满乱舞就，好一个乱舞，一个乱舞，起色都不看荧幕的。哦，带着狙在那边凹，也可以。没关系，那个是正的可以凹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哦，好精湛，这一系列比有没有有确认有确认。哦，阿壮，有没有带完啊？阿壮又左了，干为什么？阿壮不是说这里都不是气不够，阿壮这里都要左了。哦，力逼对空。
阿壮不是有玩 BB 怎么忘记开 FD 推人呢？为什么下刀浪费气？为什么下刀浪费气？哦，要起身乱舞。哦，其实没有中没有关系，刚好可以跑出去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不花气连段？哦，有 JBC 大车轮。阿赞为什么一直想泼？他在玩那个 Muse 3吗？哦，有缺了一段。可以继续带，可以继续带啊！带那个236 AB 戳下来，直接带 CA。干好好好啊！我现在带徐安 AB， 阿壮要躲了。为什么？阿壮不是说这连段很简单吗 ？CCDBDC 236 AB CA。好，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死，还剩一毛。刚刚如果接霸都死掉了。为什么往后跑？不是很切之后，其实是蛮有力的，可以对阵，又会摔他。哦，二 A， 哦，阿鲁巴竟然拿到一场了。对啊。你要两个打就死了。现在是1-1。其实这个项目爆人很少，拿奖品其实还蛮容易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要看人家会打。哎，一批车怎么断线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都不霸？好奇怪哦！他霸了，霸了，居然是绿霸，好浪费哦！哇！哦，阿卓说有剑啊，要左了！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玩的角色是不是最强角吗？空 dash JB 很有玩那个有没有 G 叉或 BB 的感觉，可是其实这游戏空 dash 其实很蛮差的。哦，带完了，这个连段有5000。哦，几声 OAB。哦，民工带完，哎、欸，竟然没有放圆柱压起身。JB。哦，阿壮起身半跳乱动，这游戏因为跳起身跳的时间有伺服不能防，所以你起身人跳雷跳很容易被打下来。JBC， 哦，哎，竟然，哦，这样也可以啦，我以为他会接持大车轮，下面挖起来可以省一颗气。对。哦，现在阿壮停牌了。阿壮开始后跳 JB， 后跳 JB， 2C5B， 哇，这连段有5000。精湛，哇，这个痛，然后有接到了，有了，哇，好痛哦！这就是这游戏最强的东西。哇，最痛！阿壮开始无聊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哦，声音不够大吗？啊，有声音。阿壮没有支援，哦，阿鲁巴开始赛5B 对空，哎、欸，可是他们都没有按4AB 耶，那系统中断其实是蛮强的。这游戏系统中断被挡住只有-2而已，是没有办法做确反的。干阿鲁巴有没有机会？哦，要接到带走，罢了。就接 CA， 下一，哦，一下一人拿一灯，下一场要可以决定看谁会掉败部了。其实以这个资源量来说，阿壮基本上是赢的，摸到两次就死了，两次连段都死掉了。啊，这边我在看一幕啊，竟然把霸用掉了。那个其实不能带连段啊。好稳，好稳，左了，他直接按二系也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要霸？不会死啊！
我也可以先霸、啊。哦，十啊，十啊，十啊。那我先霸，再多赢一点。哎、欸，阿作又失误了。哦，这个连段会死，这里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连段都会左？四八转有雀反啊，直接转乱舞就雀反了，对啊。OK， 八七换。OK。OK。对，刚刚是。哎，那个阿壮赢二比一。